生锈，这他不生锈，这是不锈钢啊，不锈钢焊铁呀，不生锈啊。有这一把焊枪，您家里边一年能省1000块钱，你肯定不相信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您家里边谁家都有门窗，你这窗子打开以后没划好，你刮风，咣当，咣当，是不是开焊了？咋办呢？这连着呢，这开焊了，拿不下来，找气焊，他把氧气瓶弄来，电池罐子弄来，管子拉来，没300块钱不给你焊了呀？你不焊不行啊，不防盗啊。有这个，别花这冤枉钱，自己能焊。对，打火机的气儿，这是通气的。哎，手拿着，手拿着，往这不锈钢上焊，打着加热，3到5秒开始焊，这不焊上了吗？简单不简单？啊，管焊呢？你焊上了，哎，也能焊上啊？啊，买一把焊枪啊？哎，对了，哎，啥这个焊条都有啊？这焊条里边就有药的，这有药啊。买一把焊枪，带一桶气儿，再给你20根焊条。哎，用完了没有了咋办呢？到贸易广场去买去，卖电焊机焊枪的去买，1根5毛。我这从哪里买出来的？给你送的。我不能转您一辈子焊条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了，不是，在内蒙我卖118。在咱家门口卖50，赚您2块，这一打就着啊！哎，电打火嘛，电子纽扣电子，3年以后才换呢。是不是？来，哎，一样，哎。往这儿焊，哎，打着，哎，头胳膊抬高，对，打着，加热，3到5秒，开始焊，好嘞，这不焊上了吗？就这么简单吗？这，你只要能吃饭，没有精神病，什么人都能用。